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96面，看经文第一行啊，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翡翠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啊，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啊，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啊，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了。那么这是凡夫的见解，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啊。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啊，变化很大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啊也起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
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都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呢，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了。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之处，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关键在这里。所以善导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凌惰去中啊，这个去是卧去，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就不好办了。没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所以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记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念，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啊，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至心称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了，他那个心转。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啊，他能力，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啊，至心称念或者是一心称念，这个一心是善根，称念是福德下面一句，这是佛诸佛菩萨啊，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利祸得福啊。于世人所现无边身呢，这是菩萨现身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了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
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你们看看经文上的呢，这是一念升天，这个字应该是千，千念升天。这些事情啊，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这是很幸运呢，遇到一个出家人，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拿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他是个杀牛的屠户，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地狱想现前，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所以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读了之后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入般涅槃之前还把这一桩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理论方法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这是地藏菩萨了，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了。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
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啊，我们着重啊一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啊就很微弱了啊。如果是一念，一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的，没有疑惑，没有夹杂，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啊，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啊，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啊！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的啊，所以不一定呢，他是个学佛的人啊。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啊。只要他觉悟啊，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啊，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啊，《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示现这种身，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啊，你看前面所讲的。千令升天受生妙乐，为什么不说千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啊，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啊。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呐！啊，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啊，是普度一切众生。六道造作罪业众生，实在讲，
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堕三途的多啊，啊，那难道不学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啊，是帮助他升天。啊，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道。啊，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决定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就是道理，与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啊，所以心量一定要拓开。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啊，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忉利天。啊，他真的到了忉利天了，忉利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了。诸佛菩萨度众生不急在一时啊，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的，来生不成熟，后生的，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布施恩德，与佛有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用这种态度啊，善巧方便接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的恭敬效法普贤菩萨啊，礼敬赞叹供养啊，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了。到自己将来成佛啊，这些有缘的众生
必定得度啊！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借法缘，缘要借到广啊，决定没有分别执着。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这是前面说的有了觉悟的心的，啊，真心呢回头了。菩萨都帮助啊，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人。学佛人可贵之处啊，是在念念修行啊，念念当中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啊。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了。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呢？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十法界。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诸位在白法明门里面念到的一生信啊，十法界是一生信，一真法界叫同生信啊，同样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的，叫同生心。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啊，所以叫一生心啊。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的，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了。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啊，天天改过，天天自新啊。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发心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天天开，不断的开，三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了。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的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啊。佛能看得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啊，所以到佛正在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与时，
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啊，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呀、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收库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的收获，我们现在讲总结，一非太虚安眠大事化机，乃摄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你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宗乎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了做全经介释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也就是平常讲的啊，一切消归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是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白佛言：世尊，说我自知韬利，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叙述啊，世尊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即地藏名字和展理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这个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
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偈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信的啊，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啊。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带我们请法了啊，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呢？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啊，这个未来是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祈请的啊，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啊，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啊，一切天，天是诸天。龙，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啊，龙也代表畜生道啊，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文辞经典啊，即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理形象啊，得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啊，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的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啊，依禅、依精进，修行施戒、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啊，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啊，般若是修慧呀，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啊，这两种圆满啊，
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的，所以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